按了喽，这次这里是在哥德达曼沙拉的前面有一个学校，这里是注册的，放名字，给2块钱了一个人。这里是竹林来的，你看，竹林，这是竹树，竹树。这个是森林保护区来的，一条路直直行，这个是上边的一条路，下边呢还有一条路的，下边的呢是石屎路，这里呢是泥路，这样行，得凳坐啊，有台啊，可以在这里picnic啊，吃东西啊，这样，这里一条路不知道去哪里的。我哋就行呢度路，个僻。要长的马路，最长啊。喺条火车厂，点啊？叫啲车咁大条啊？系咯。呢度好多人嚟呢度爬山嘅，呢度有得卖生果啦，同埋嗰啲，呢度好多人影相啊，打卡影相。呢度系哥德达曼沙拉嘅山区，呢度有卖生果啊、冰淇淋嘅，呢度风景。风景好靓。呢度是 highway 路嚟噶，你讲呢个 highway 路是落番禺堡个 highway 路喎。呢度咧煮咩见面食噶？呢度煮咩见面食？
頭啦。Picnic。